桨叶啊，它有上下两个这个桨叶，它到底为什么要这样设计？这款飞机呢，我们用了一个八足十六桨的概念，然后每个桨下面一个电机，也带着十六个电机，就好像一个螃蟹一样啊。对啊，它走路特别稳。对，它可能就是有一个手一个小脚断了，它其他手不受任何影响，不受任何影响。我们在试航的时候有一个验证，我们在任何一个方向可以随时停三个桨，然后飞机它不受任何影响，还是非常平稳的飞行。所以说这个就是保证咱们在城市上空安全飞行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设计必要条件。咱们这个飞机的话，我看它这个就整个的一个尺寸其实也不小啊。飞机的设计的时候呢，我这里的螺丝的铆钉可以卸完，飞机的机臂是可以立起来的，一个车位就能停一架飞机。一个车位就能停一架飞机，两个车位就能起落一架飞机。这个就是为我们未来一个家庭一架这样的飞机就打下了一个基础。对，我刚还观察到一个点，这个螺旋桨啊，它真的很轻啊。对，还是纯碳纤维结构，就让这飞机它会更加轻巧。它就可以这样子手都可以摆。对呀、啊、对呀、啊，很多的那些。跑车也好，对对对对对，还有那些 F1 的那些赛车，在赛车场上，对对对，那些车都很轻，对它的强度、它的密度、它的韧性都更好。全机身我们都是碳纤维。王总啊，咱们这个飞机里面的设计跟普通的飞机相比，最大的区别就是它连飞行员的操纵感都没有啊。没错，然后这个显示器呢，其实就是。你可以理解，第一，它是你和我们的指挥调度中心的一个联系的工具；第二呢，就跟我们普通商业飞机上一样，它都显示了飞机现在的一个状态，你在哪个位置，你的高度，你现在外面的风速啊，你的温度啊等等一些基础信息，跟你调度中心做一个联系，就相当于的话，如果说我在上面想要去哪个目的地，我可以在上面点一个。要去哪里？对，从 A 点到 B 点。哦，那这个就太方便了。这个呢，调度中心就立马知道我需要去哪。对，他然后剩下的工作，对他帮你规划好航线，你就可以拍照欣赏美景了。哦，那也太方便了。方总，咱们这个飞机目前试飞了多少次了？我们在全球已经进行了42,000次的试飞。42,000次的试飞，在14个国家。哦，那咱们这个飞机一般的它的飞行的高度大概是多少？因为我们定义为城市低空交通嘛，民航总局颁布了对空中空域的一个层级管理 ABCDG1。 对，好像一是120米以下，G是300米以下。对，其实的飞机呢，那你在300米以下是足够了啊。我们飞机的能力可以飞得更高，1000、2000米其实都不是问题，经过测试的。对，但是没有必要。没有必要，因为你解决城市，你就把人从 A 点运到 B 点。对，对吧？我能安全的把你快速的运到就行了。而且那样子也比较省电，对吧？对，省电。并且这是风景最漂亮的，300米看城市景观，对，最漂亮是最漂亮的，就跟直升机一样嘛。就跟直升机在景区的旅游观光是非常火的项目。方总，能不能带我上去体验飞一下？可以啊。好，那我们系好安全带准备走吧。好的，上天去感受一下啊。体验，说实话，我觉得很神奇啊，因为我作为一个飞行员来讲的话，第一次在我面前，连个操纵感都没有，还有一点不太适应。我们刚看到这个螺旋桨已经开始运转了。哇，方总，这个真的是像旱地拔葱一样。没错没错，这个动力很强啊。咱们两个大男人啊，我们两个说实话都不轻啊。对，动力特别强。让他开一下。